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金门立委参选人登记第三号的高丹华。如果你收到我的文宣饼干，请你品尝它的香，以及请你听听它背后的故事。饼干的老板绰号叫做面包师傅，他坚持用身心障碍者当他的工作伙伴，他坚持用台湾的小麦做他的食品，他的精神感动了台湾的企业家，丹华的行动感动了他。丹华登记参选立委的时候，他寄了20000份的饼干来支持我，因为他说丹华为弱势者发声，为公益而奔走，为婆婆妈妈选立委，我们的精神是不谋而合的。文宣小礼物饼干献给您，请您把那一张的选票支持丹华，让丹华真正能够为这个土地做改革，让丹华真正把社会的正向能量汇聚在金门。请支持3号高丹华。